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话题“大智若愚”。这是一个通常用来表达对某人智慧和谦逊的尊敬的词汇。它是一种对一个人内在品质的赞美和肯定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需要充满智慧和谦逊的人来引领我们前行。他们不仅拥有卓越的智慧，还能保持谦逊低调，不张扬。这种品质使他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 大智若愚这个成语源自老子，在道家哲学中，这样的特质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智慧的表现。因为表面上看似愚钝或平凡的人，往往更能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本质，并在需要的时候做出最明智的决定。大智若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愚笨，而是以智慧来隐藏自己的实力，避免过于显眼。这种气质让人感到神秘和吸引力，同时也体现出一种高超的处世之道。 当我们遇到一位大智若愚的人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欣赏他们的品质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的不足。当我们面对一位看似强大的人时，我们可能会产生自卑感。然而，当我们能够尊重和欣赏他们的智慧和谦逊时，我们会发现自己也可以拥有这种品质。其次，我们可以学习从他们身上汲取正能量。 大智若愚的人通常拥有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见多识广的经历，他们能够从生活中吸取到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。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同时又能灵活的适应变化的环境。最后，我们可以尝试去模仿他们的品质。大智若愚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处世之道，它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他们的态度。 尝试在生活中保持这种平和的心态，去感受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总之，大智若愚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欣赏的品质。当我们能够尊重和欣赏别人的智慧和谦逊时，我们也能够拥有这种品质，成为更好的人。